那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你的旅途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，然后你住在新宿，那你的班机是下午从五点从羽田飞，你要怎么玩呢？那就让东桥带你看看这一天要怎么快速又有效率的玩耍吧。那我们今天要早早说先把行李箱放在饭店，然后展开新宿的行程，然后等到新宿行程结束之后再回来饭店拿行李箱。首先带大家去新宿的 Luminate 吃早餐，它是一个卖茶泡饭的专门店。对，所以它早餐结束之后，它其实是有就是普通的餐点，所以早餐之后来吃也都 OK。早上吃这个啊，还蛮清淡的，然后它这边选择也蛮多的。吃完早餐喽，下一站带大家去新宿御苑。我们现在来到新宿御苑啦，带大家去散散步吧。新宿御苑被官方称为东京版的纽约中央公园，它的外围有3.5公里，面积有58.3公顷。我们逛完新宿御苑喽，接下来回饭店拿行李吧。到永乐町站了，那到站的时候，我们建议啊，先把行李箱放在置物柜里面，车站置物柜比较方便一点。其实这边那个置物柜真的还蛮多的，像车站一出来啊，那或者是说到附近的百货公司，其实应该都有蛮多的置物柜可以放行李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永乐町这边呢？因为永乐町离银座很近，然后这附近的性还蛮丰富，还蛮适合逛街。然后另外这边离滨松町只有2站的距离，然后滨松町也是去机场快速便捷的一个方式。那行李箱放完了，我们就在这附近走走。有乐町银座这一带有很多百货公司或品牌旗舰店，大家可以花一个多小时小逛一下，买下离开市区前的战利品。好，那中餐呢，我们就来吃在有乐町的车站走路大概5分钟的 Shake Shack。那推荐这家的原因是因为呢，其实它点餐啊，然后上餐的速度都还蛮快，所以适合今天这样子快速的行程。虽然 Shake Shack 属于素食店，它食物一点都不含糊弄。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吃饱饭啦。但是我们刚刚吃饭的 Shake Shack 隔壁呢，就有一个拍照的好景点，它叫做 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。好，那我们拿完行李之后呢，要去滨松町搭单轨列车到机场啦。那我们就利用去机场的单轨列车，好好享受一下东京的城市风景吧。这个 monorail 啊，它的位置的组成蛮特别，它让你坐这样，就是要让你看窗外的风景。check in 完还有点时间，可以在机场晃一晃。羽田机场的国际线非常的好逛，除了江户小路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店以及餐厅以外，还有唐吉诃德、松本清、Big Camera 等等的知名商店。机场整体的设计也非常的日式，很推荐在日本脚照照下。另外，我们也推荐出发之前到机场顶楼的平台观赏飞机的起降。以上就是去机场前可以做的半日游行程啦。我是包博，准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Go。
那我们建议啊，早上首先把饭店换醒。